化演唱会系列抵达了第三站，让我们不顾一切，新的一天新的见面，请延续昨天的热情，今天也与我们一起好好享受舞台哦，给这个夏天的末尾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为了保证演出顺利有序的进行，现场灯光效果与演出完美呈现，千万不要携带以下物品入场。我的晚餐好像会少一个鸡腿，遵守别带应援物品来。猪猪侠，给你加鸡腿。听说带灯牌的话，眨眨眼将代替蟑螂入职后期。遵守哦，灯牌啥的不能哦。听说波波都会不开心，遵守哦，手扶横幅就别拿了。为啥子热血少年都不会热血沸腾了？遵守哦，别带专业设备来，守护航将的热血人生。今日准备的精彩会继续，应援毛巾请收好。遵守哦，听美羊羊的话。张保安又要来加强巡逻了哈。Over。 遵守哦，我和张保安一起巡逻。别拿手牌哈，挡住视线我看不见你们了噻。遵守哦，收好小鱼儿的灯牌哦。啊，目不可爱要被迫可爱100遍。遵守哦，别带加高板凳入场，但是恩仔随时都很可爱。担心我的比心手会哭泣哦。遵守哦，兄弟的伤赶紧好，还要一起去旅游哈。如果携带激光灯手电筒入场的话，舞台节目的灯效就不会那么完美了。遵守哦，一起加油。如果携带各类荧光棒入场的话，感受不到灯光的配合与氛围。遵守哦，听硕哥的话。Yeah, yeah.
文明在巅峰崩解，人们和蝙蝠却出轨洞穴，那罪行再也看不见，都躲在法律和教育后面。善恶的分界，不怕来分辨，只把每个人都关上双眼，都害怕去改变。有没有一种改变，有没有一次壮烈，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个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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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是 TIFF 家族朱志新。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张泽宇。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张吉。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左航。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苏新浩。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张俊豪。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玉涵。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穆芷成。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陈天润。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童宇坤。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姚玉晨。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邓嘉欣。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 家族黄硕。今天呢，是我们让我们不顾一切的第二天，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对，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昨天的表现怎么样？然后呢，就是昨天我们演完出嘛，就是也很巧，就是昨天也下雨了，也是一场很大的雨。对，哇，那个雨好大。其实说起来很巧，吓了一跳。对，因为感觉昨天那个雨和我们的主题其实很像。
然后呢，其实昨天雨下的很大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对，淋了雨一定要先把头擦干，可以的话多喝热水，保重一下身体。主要是得先考虑到自己，对，你到时候感冒了，你说你来大连看我们演出，然后自己还生个病，那多难受，是不是？对对。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第二场，我们还有很多歌想和大家一起唱。那么有一些也是大家很耳熟的歌。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我们昨天演出的节目，今天也会给大家再次呈现一下。对的。然后呢，接下来呢，要不咱们开始，来吧，来来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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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拿个道具。来享受这个暑假最后的狂欢吧！休息一会儿。不想起来了，就躺着了。睡着了，睡着了。不要问我，问就是睡着了。OK， 准备好了吗 ？OK，OK，OK。那么，三、二、一。Goodbye,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
谢谢精彩的开场表演，谢谢我们的练习生，欢迎，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 TF 家族登陆计划系列演唱会的第三站，让我们不顾一切的现场，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欢迎大家。哎呀，好开心啊，在大连又和大家见面了，已经是这个夏天啊，非常开心，也是最后的狂欢，像刚刚我们这个少年说过的一样，还是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登陆计划，是少年计划论的延续篇章啊，也是我们少年一步一步留下的音乐印记，拓展的音乐地图。那如果说七月是一场肆无忌惮的火，那八月就是毫不讲理的雨，大雨的使命就是带来更加清晰的世界，更加清晰的轮廓，更加清晰的未来和更加清晰的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这一站呢会选择在八月，你们知道吗？对，因为八月正是我们三代少年们6年训练生涯的起始点，也就是说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了。所以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应该不用我多说了，你们都明白对不对？所以要且行且珍惜了，你们的加油和助威和支持正是少年们所需要的，所以让我们不顾一切，在昨天非常应景刚刚说到的我们这场暴雨之下，让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一起双向奔赴，好不好？好，那按照惯例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本场演唱会的一些规则啊。马上要开始是我们的上半场，那上半场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主题舞台的一个 battle。那这次我们的大连站呢会有3组舞台的 battle， 其中有一组啊要特别提醒一下，是由在座的各位以及线上的各位在48小时之内票选出来的最值得你们期待也是人气最高的双人合作舞台，想不想看？知道会有谁和谁的合作吗？你们知道吗？那场的知道吗？是的，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我们3组舞台的 battle 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切入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峰峻官方 APP， 然后凭借着今天啊，我们8月13号到场的每一位你们的身份信息还有手机号，然后点进让我们不顾一切的这个特殊的投票界面，就可以参与投票了。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要反复提醒啊，我们已经开始为期一年的最终倒计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手上的这个投票的机会，在我们3场 battle 结束之后，大家慎重的选择，然后进行提交。你们的每一次加油助威和投票还有支持，对少年们这一年里面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们是在那边这边还是这里啊，你们不光光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加油助威。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要时刻的关注 TF 家族的官方讯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记录更多精彩的舞台瞬间。非常的热情，特别好。是的，那本班主任又要上线了啊！来来来，稍微安静一下，听我说一说咱们的这个纪律啊。首先一个特别严肃、特别严肃的，就是我们的场内外不允许出现任何的旗帜，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行为，好不好？这个是随时会叫停的，所以大家不要让我看到这个旗帜啊，场内外都不要有，以后都不要有，这一年内都不要有，可以做到吗？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同时啊，也是不要在我们的这个座位区进行站立啊，或者说把你们特别专业的长枪短炮大肆的挥舞，以免打扰我们后排的观众，可以做到吗？谢谢谢谢。还有你们手上的这个挥舞的荧光棒还有灯牌啊，来我们互动的时候你们可以举起来让我看到，可以的啊，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哎，谢谢，就当你们是在跟我打招呼了 Hello。但是在我们的舞台进行过程中要把它们收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啊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惊喜，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啊，我们的这个声光电的这个特效都特别的酷炫啊，如果说大家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练习生们
用心用尽给你们准备的舞台，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的配合，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非常配合我了。好，那接下来我宣布2023年 TF 家族登陆计划第三站，让我们不顾一切的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吗？对，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是第一个主题舞台的演绎啊，经典剧目全新演绎。那这个环节的看点呢，就是对经典曲目啊，就可能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甚至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唱的一些歌曲的全新理解和全新舞台的演绎，想不想看？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舞台交给我们的练习生，请看 VCR。无畏和疯狂，难过或者是大哭，拥抱无数酸甜苦辣，诉尽所有的疑惑与愤怒，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靠近，人生最渴望的，无尽的自由。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哦，怕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递进气象是给我，哦，怎样。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画风，我无法走错画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你说我是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再次离不开你，哦，姑娘。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后面只我已离不开你，哦，姑娘。我总要回到老地方，就要回到老地方。我总要走在老路上，就要走在老路上。后面只我已离不开你，哦，姑娘。我只要回到老地方。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出头那结果就下跌，选那条路都不好走，三十米我都不抗拒。Who, hey, who, come on, hey, who, 我们一起舞来弯腰。Who, hey, who, yeah, who, 一山还要比一山高，太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迹今朝，苍天苍天，纷纷世上纷纷世上，谁负谁身处天之下。天天似云烟转眼飞很远，早看破红尘也不与世人周旋。逍遥的侠客要踏上江湖归路，做桥或修行也不枉此生虚度。 What we do like it， 他们抓不住感觉，我们就贪婪越习光临才就开始孩子辛苦解决。想要的钻石不会埋没，走一走发现从没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魂殿过日歌词唱到口吐白沫。Hey，Who, hey, who, come on, hey, who， 我们一起舞来弯腰。Who, hey, who, hey, who， 一山还要比
声响，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寂静照。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风起世俗。精彩的舞台真的是向经典致敬啊，也是非常会也很敢选歌啊，两首来自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样传唱度非常高的华语金曲，都是三十多岁高龄的歌了。好，一首是你看崔健老师的花房姑娘，还有一首是我们九零版啊《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完成度都很高啊！不仅是给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也是为我们这种优质的华语金曲来给了一个更好的传播和传承啊！给少年们点赞。好，那所以第一组的 battle 舞台，大家觉得你们更喜欢哪一组呀？啊，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啊，我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喜欢。哎，好，那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下面啊继续要进行的这样的 battle。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吧，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个夏天啊可能是最后一场 party 和狂欢了，大家都来自于哪里啊？有没有大连本地的朋友？不是很多，有吗？这样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如果说这三站你们都在的话，把手举起来给我看一下。哇，蛮多，有一半。哎，去了两场以上的举一下，也很多。那这样大连昨天和今天都在的也给我看一看。哦，这个比较多，70%可能有，挺好的，我觉得远道而来嘛，是吧？就是两场都看了最好可以，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精彩啊。再来预告一下，特别是下半场有很多，哎，可能两天的曲目还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们可以尽情的期待一下。那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下一组 battle 舞台了。下一组 battle 舞台就是我开场的时候说过，由大家在线上48个小时之内票选出来的你们最期待的双人合作舞台。这两首歌选曲也是非常的用心，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舞台交给练习生们，请看 VCR。You wanna sa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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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ay. 身体的紧握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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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深深坠入双人舞步里。You wann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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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nd baby could I say okay okay? 身体的紧握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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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还有你烦吧，浪漫没公式化，有些爱加点刺激，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散漫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哦，温柔的触碰，不安静的心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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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身体的紧握用体温做回答，看
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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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惊喜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就会看着那气氛去说着话内心在幻想你的每个回答起红了的脸颊是见你个的光你每个脚步都懂我的假装我多一秒去想你也拿着鲜花我看一场电影或是你的目光 Ha ha baby we can say it of the 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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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 OK 想体贴紧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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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 OK 真心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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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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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 OK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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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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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衬托，到放手彼此好好过，好好过都多久，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能够容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拆穿我再处心积虑终究事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会信，一切爱节奏其实在等你，嫂子你是啊，你把这所有东西啊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拿起走啊，拿起走，走了走了走了，拿起走，拿起走，拿起走，哎呀快拿起走，快拿起走，哎呀还有一些小设计，这两个小聪明看到了吗？今天的双人舞台啊，我们是有很多随机掉落的彩蛋，喜不喜欢，爱不爱看？好，所以刚刚啊完成的是我们第二组主题舞台的 battle，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更喜欢双人舞的在哪里挥舞一下？那更喜欢连名带姓的呢？哎呦都非常棒，我觉得弟弟们啊真的又成长又长大了，记得第一次和他们相遇的时候可能才到我这儿，现在都是啊英俊潇洒的大小孩了，而且这个台风啊唱功啊等等都有了非常好的进步，也要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三组 battle 舞台全部演绎完成之后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进入到我们时代峰峻的官方 APP， 然后把今天啊大家8月13日入场的在座的各位你们的这个身份信息填写进去之后，才会获得这个唯一的一个投票的权利。三组演绎之后填写完，然后我们再进行提交。记得啊，我刚开始的时候说过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光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你们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投票，在这一年的最终倒计时当中，对少年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听懂了吗？明年的这个时候要不要在这里再次相约啊？下半场还有更多惊喜的规则，听我娓娓道来啊。那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大家的啊，本班主任刚刚说完咱们这个纪律之后呢做得非常好啊，现场几乎没有看到那个完全不让出现的东西了，给你们点赞啊，今天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很棒。但是还是提醒一下，这个灯牌啊也是在我们舞台演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它放下来，我们专心看
专心拍啊，但是在互动的环节我们可以拿出来亮一亮，好不好？现在吧，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带都带来了，让我看一看。谢谢啊，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觉得啊，在你们和我们三代少年认识的这五到六年当中，应该也有很多心里话或者想分享的事情想跟他们说，有吗？啊，没有啊。有，对不对？有的话你们要好好的关注我们 TF 家族的这个官方讯息，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进行评论啊、留言啊，我相信他们在有空的时候不一定都能回啊，但是他们一定会看的。因为在下半场我们有一个送信的环节，反正昨天在我们幕后的这个，我也能感受到，其实少年们是可以感受到很多你们传递过来的能量、支持、陪伴，或者说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对吧？因为从他们可能十岁出头的时候来到这里，现在已经是翩翩的少年了。我相信线上或者说在场的大家，在这些年的支持和陪伴当中，也经历了很多你们人生的节点，对不对？有中考的，有高考的，有已经步入社会的，所以双向奔赴，让我们不顾一切。接下来我们的舞台继续，请看 VCR。拿出状态，再来一遍吧。我从生下来就知道，人生只有现在。悲伤会延续到永远，泪水却每一次都是新的。我有很多可以讲给你的故事。孩提时只凝视眼前的树木，就笑得浑身发颤。一天的结束便是梦的开始。人人都无缘无故地活着，在继续着。我好像有没有可以讲给你的很多故事？我觉得什么时候消失都无所谓。钻石就是雨滴，分别的寂寥也如同电影。即使绝不会忘记明天，也照样来临。我可以给你讲很多的故事。河流的源头深藏大地，因为爱着才看不到未来。受伤的昨天是日历的标记，如今正波纹般的扩散。最后，这是不是我们的故事？更好，烟囱在水里无声飘扬，没了情调，
人们会三餐奔跑，一切的爱恨都在自寻烦恼，心地球他们这么叫，脸上没有笑，说着一口陌生腔调，心地球他们很骄傲，只是眼神有意无意的逃，心地球星星很闪耀，遥远爱平面总是一样只是难调，心地球永远回不到那一年，那一年比以往能想到，灰色的土地很枯燥，人们的娱乐好无聊，转圈圈不停转圈圈，然后摔倒，地平线眺望地平线，默默祈祷没有飓风就好，说着一口陌生腔调，心地球他们很骄傲，只是眼神有意无意的逃，心地球星星很闪耀，遥远海平面总是一动只是单调，心地球永远回不到那一年，那年被遗忘的小岛，一只蝴蝶乘着微风振翅高飞，现在马上只想赶快和你见面，爱心暂时放在一边，如果忘记那也无所谓，已经没有多余时间可以浪费，似乎有我我我我我什么是会在这片天空下出现，就算是我我我我我面对未知的明天勇敢去冒险，在无限梦想也是童年，穿越冷酷无情的世界，不想要输给自己，有你的美丽记忆会让我更努力，相信爱永远不会窒息，即使偶尔会遇上难题，一定能化险为夷。All my love。狂风蝴蝶张开双翼，一路迎着微风飞行，直到我和你相见约定，不再分离。对你倾吐我的心意，没想到你真的愿意陪着我一起沉醉在幸福的旋律，好像有我我我我我什么声音悄悄从这街角响起，而现在我我我我我不想再空等，让憧憬变成烙印、在无限梦想也是红面，
的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隐瞒欺骗，抱着的过节过了，下巴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真心难度和重重考验，朝这么勇往直前。 Oh my love，不想要输给自己，有你的美丽记忆会让我更努力。相信爱永远不会窒息，即使偶尔会遇上难题，一定能化险为夷。Oh yeah， 在无上限梦想也是后面，纵然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隐瞒欺骗，抱着的过且过了，想法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真心能度过重重考验，朝着梦勇往直前。 Oh my love，谢谢谢谢三位的精彩舞台。哇，这一组的 battle 怎么样，燃不燃？这首歌真的是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小时候很爱看这一部动漫。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上半场的三组主题 battle 舞台已经全部结束了，你们选好了吗？啊，我来宣布一下这个投票规则啊。如果说现在你感觉场内这个信号比较差的话，没关系，我们截止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啊，在八点前提交你们的这个最终的选择，就可以给你支持的舞台啊一些助力了。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啊，每一次你们的这个选择都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最终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好，那么在大家这个准备以及选择的过程中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下半场，好不好？期待下半场吗？下半场你们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吧？对，成员们都准备了一些和自己相关的、特别有意义的礼物或者说信件要送到大家的手中了，啊。这次的礼物有一个主题啊，叫做答案之信，或者说是答案之物。想要是不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对，今天下半场13号会诞生的这13位幸运的观众，听好了。好的，那边的那个旗子要收起来了，谢谢。再有旗子的话，我们的现场的安保人员要去执行了啊！谢谢谢谢这两位，把旗子收起来，不要再让我看见了。好，谢谢。好，我要说一下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下半场诞生的这13位幸运的粉丝，你们拿到的这一封答案之信，或者说答案礼物，你们可以在明年8月的最终站，凭借着这样的一份礼物和约定，直接来到我们的现场，是好消息吧？对，也是我们第三站才有的，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共会诞生26位幸运的你们，啊，一年之后，我希望你们可以双向奔赴来完成这样的一份约定，可以做到吗？那下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好，那
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下半场精彩的舞台，以及和成员们相关的这样的一封信件，还有这样一份礼物。这封信呢是有主题的，他们是写给一年之后的自己的。啊，站在现在来看一年之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和你们之间会建立什么样的连接，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拭目以待。少年们也会在这个舞台上把送出去的这封信件全部或者部分的跟你们分享，念给你们听。那好，那我们的下半场马上开始。